着的话，今天我们来玩火漆菇卡盲盒。这看起来好像是个凯蒂猫的菇卡盲盒。我喜欢粉色的凯蒂猫。那我们就来打开看看吧。哇，这里贴满了粉色的名字，还有 Hello Kitty 的贴纸呢。第一格里有一个火漆勺，手杖小镊子，一包菇卡贴纸，还有火漆蜡粒。第二格里是一个凯蒂猫的模具，好 Q 弹呀。第三格是卡砖，这里又是一包火漆蜡粒，最后一格还是卡砖，所以我们可以做两份哦。那我们赶紧抽粉丝头像吧。好的，但讲到手上抽到谁就是谁。第一个他发了图片就你啦，把这位粉丝的头像打印成照片。现在就跟我一起做咕卡吧。先来试试看这包蓝色的火漆蜡粒，融化后是天空的颜色哎，火漆可以出炉啦，好可爱。这里来选咕卡贴纸，蓝色的凯蒂猫还是搭配蓝色的贴纸比较好，气泡贴纸打底，许多余的边边闪闪的。这边的贴纸我要用这些可爱的小猫咪，哇，和水果的组合我好喜欢。放入粉丝头像，再贴上它的名字，然后贴上凯蒂猫，完成了，这些太好看了吧。第二个就你了。对了，你们还想看我做什么样的咕卡盲盒呢？说说你喜欢的颜色啊人物，下次写的可能就是你的名字了。这次是大花喜欢的粉色 Kitty，好少女心的颜色，用粉色的气泡贴纸装饰边边。这边的贴纸是冰激凌主题的，也有可爱的小猫咪哦。贴上粉丝照片、名字，还有 Hello Kitty， 全都搞定啦！那小蛋花，你们喜欢吗？看起来还不错嘛。